安妮，安妮，杨哥，啊，哦，我忘了，安妮，安妮在家吗？安妮，不在家吗？可能在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，什么叫我又来了？你姐呢？不知道，你找她干嘛？我来找你姐，有点事情。哎，别找她。她早上回来家，她能去哪儿啊？你是不是又把她踢出去了？踢她干嘛？哎，快走快走，我不想看到你。你告诉我来，你姐在哪？我先找你姐有急事。你这东西是送给我姐的是吧？啊，东西是给你，是给你姐的，没问题。但是我得见到她本人。要不这样，你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，我就把东西先给你。他在那山上，就那块地，看到没有？就那块地，就那边吗？那你给我住下。啊，行，那我走了，谢谢你啊。说好给我来。站住！滚！好，来带走带走。哎，杨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跑是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刚去你家嘛，然后你弟弟告诉我说你在这里，我专门来找你来的嘛。你这么早跑山里来干什么呀？还一个人？气色不是很好，然后我正好老跟你们吵架嘛，我让朋友给你带了一个这个护肤品啊，你拿着，每次都给我带礼物，没事，我自己公司的啊，自己朋友的，拿着吧，也值不了几个钱，你拿着啊。太贵重了吧，我们山里面替你干活，山里面也不也得用嘛，对不对？女人不得化一下嘛啊，没事，你用着吧啊。谢谢，你没有吃饭吧？这么早上来，我想过来吃你做的饭呢，我的菜都买过来了。你确定弟弟没跟你吵架吗？啊，没有，那走吧，先回去了。你把安妮拿上来，安妮拿上来。哎呀，这里有点滑。哎呀，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裤子全湿了。你没摔到哪儿吧？没事，真的是哎呀，衣服都脏了。车上有没有衣服啊？真的没事吗？这先去把衣服换了。小心，慢一点。哎呀，这下午了。干什么？干好放弃，傻逼！放弃啊！我们杨哥对你那么好，你还让放弃？